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这一集我又要来拍真假的居下客。那这一系列很久没有拍了，因为之前拍过很多真假的居下客分辨，有时候会有点争议啦，所以我比较少拍。那这一次要来拍的是龙家像素，然后型号就是 GA2100 龙家像素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只，你看手掌上这么多只居下客手表，有没有看到？都是蛮火红，那这个都是我之前拍过真假，这些都是假的，这几只都是假的，因为我之前买了就是放到这边，然后这次我主要是来那个教大家怎么分辨龙家像素的真假。那这一只跟这一只这两只，有一只是假的，那我直接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外观其实分辨不太出来啊，因为有时候它会改版，然后里面的内容物，这我刚刚有拆过了，然后盒子其实也不太同哦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它一样有保卡，然后说明书，保卡说明书。但它后面这个说明书啊，它后面没有盖一个原厂的章，这个是有一个经销商章了，然后这个是没有的。那再来，它有附一张，我买过一些居下客表，它其实有时候会附这一张。那这一张是什么？这张是写说什么保固啊，然后哪里购买的，但其实这张有没有意义？这张是没有意义的。然后它还有附一个提袋。我这边直接先跟大家说好，这只才是真的，然后这只是假的，所以假的居然还有附一个提袋。然后我们先从外观来看，外观啊，其实你看它真的近一点好了。有吊牌的是真的，没有吊牌的是假的，外观其实是看不太出来啦。那我刚才有一次细细的在确定一下功能九成都有，然后它的表带摸是摸得出来，因为它但就是触感的问题而已，但如果你没有两只的话，其实会分辨不太出来。那这边其实我要讲的一个几个点啊，大家注意一下。那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第一个点其实有几个点，先从我这边最后会教大家一个绝招啦。那前面我们先从几个点来分辨。第一个就是他也没有开发票。那像我这支，如果你是跟经销商买，或是跟我们买，或是去北航买，正常都会有开发票，就是开台湾的统一发票。然后它是不是原厂公司货，这是个蛮好判断的，就是发票。然后这个一定没有嘛，这个是我在某一个拍卖网站买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价格，我帮大家查过，真的居下客的龙家像素差不多在2500到4000这个范围内。那你说差距其实也蛮大的，因为有些它的网站它是写公司货，但他没有写哪边的公司货，有可能是台湾或者是国外的，所以他会有评书的问题。那评书自然就会比较便宜，所以价格蛮大的，就是2500到4000左右都可以找到公司货的居下客手表。然后这一只呢，这一只我大概买是800块以内，在拍卖网站上买的，然后他也是标榜公司货啊，什么外流单啊，所以我收到的就是我刚刚的介绍这样子。那很根据之前我拍的居下客的YouTube 影片，很多人问质疑说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知道，其实答案是没有的，因为你光外观啊或是功能它做的有九成相似，所以你没有两只手表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真的去很难去分辨。那我这边就是教大家一个最收到之后，或是你再去表行买的时候，你可以请他做一件事，或是你收到之后你就把表背打开。那我这边直接开两只给大家看。那我们紧接着就进入重点，就是直接把
把表盖打开，那你首先你要准备这个小螺丝，然后跟这个小镊子。那我刚刚因为要省时间，所以我直接两边都打开了。那其实表盖啊，你会看不太出来，因为其实都蛮像的。如果你还是回归那个重点，如果你没有两只表，真的很难看得出来。那我们直接就打开给大家看，这是用螺丝转开哦，然后这个跟另外一边，那到这边啊，可能还是看不出来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，我们本身是在卖居下格，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换电池，一看就知道这边这一只是真的，然后白色这一只是假的。那我们再紧接着把那个这一块把它拿起来，那这块就把它拿起来，就会发现这样子，然后这是它的电池，然后真的居下格是长这样子，你会发现差异。这边它使用的零件就比较多，而且上面都有一些刻字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啊？因为字有点小，还有一些烙印，然后这边是完全没有，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的精密度。那基本上啊，我们每次买回假的，然后再把真的打开之后，假的都差不多长这样，还有更阳春的，因为每一个假的厂商也制造厂商也不同啊，所以大部分都长这样。那真的就不用看，真的一定是非常的精密。到这边啊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去分辨它是真假了。所以结论啊，如果你直接在手表行买或是在电商买的时候，手表行你就可以直接请他开一下表盖啊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一看就知道了，其实蛮简单的。那一定会有很多观众会说，哎，那我怎么可能这样做？那你只能买回来然后自己开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因为很明显这只就是假的，这只就是真的，还蛮容易判断的。那如果他用贵的价格然后卖你假货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跟他有一些，就可以问他为什么，或是直接问他原因了。这个就可以摒除说会很多人说，哎，那如果他是拿假货卖真价格呢，会舍弃掉这些原因啦。那这今天就是我们示范怎么，我目前啊唯一可以用真的最 99% 的方式来判断农家下注是真的还假的。那如果其他的，你说很多人说，哎，那可能他卖假货但也开发票啊，你说有没有这可能性，也是会有啦，但几率比较低。那还有说，哎，保卡他可能保卡我们也看不太出来，一般人没有办法判断。那唯一一招啊，目前我们经营卖居下格这么久，也问过原厂，也问过很多比较喜欢玩居下格的朋友，从外观真的很难去判断，而且会有很多观众说，哦，有一些小地方啊，可是有些仿冒的工厂他做的真的很像。再者，真的居下格他每一个年度还是会有点小变化，不会说两年前跟两年后的长得完全一模一样，还是会有点小变化。可是它机芯骗不了人，你可以把它的电池那个表盖打开之后，机芯是绝对骗不了人的。那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？或是你觉得，哎，你有更好的方法，也可以告诉我。那可以留言给我这样子。那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